Hello，Hello， 我是阿怪，今天要介绍《哈利波特巫师联盟》。《哈利波特巫师联盟》是由 Pokémon 团队研发，改编自《哈利波特》系列的手机游戏。游戏是由 Niantic 跟华纳兄弟旗下部门所开发的实境 AR 手机游戏，以魔法世界为发想，让全球玩家都能掌握到魔法的力量。玩家将可以在罗琳原创故事为灵感的全新魔法世界中尽情创造自己专属的冒险旅程，而故事叙述一场大灾难降临至魔法世界，导致于魔法物品、生物、人类以及记忆等魔线真密地出现在麻瓜世界。玩家身为保密法特别小组的新成员，将与世界各地的男女巫师协力解决这场神秘的大灾难，并确保魔法不会被麻瓜们发现。而游戏以完整360度进阶 AR 触发，玩家需要在自己的所在地对准妖怪的三颗星星，才能使用出各种咒语，击败围绕魔线的混乱魔法，以便安全地将魔线送回魔法世界。玩家将留意在地图上可使用的事物，包含补充能量咒语的雨电，或是可用来制造魔药的原料。玩家也可以跟其他玩家合作，及时对抗强大的对手。而游戏前一阵子其实就开放了，不过到这两天才开放亚洲地区，有兴趣的观众赶快去下载。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开始了，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哈利波特巫师联盟》哦，期待已久的《哈利波特》终于要开始了。那这款游戏其实在前几天它已经开放下载，只不过，亚洲区它没有这么快开放，然后之前登录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这两天才终于开放亚洲区。哎，我们看一下，现在。欸，他被锁住了，我们来救一下他。画一个 Z，OK，Good。那个字看着像什么“么么哒”之类的，这是繁体中文版吗？欸，救出来了。其实还蛮好玩，有点像 Pokémon 欸。我们救出他了。会得到什么东西呢？先得到经验值，放置图像。放置图像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纪念吗？感觉是做纪念的。Well done， 干得很好啊！哎，我们看到他的图像是要点选他的图像吧？这应该有点收集的概念。不过他英文好多哦。不过还是中文版的啦，成功。接下来有好多的图像，应该都是那个《哈利波特》系列里面的游戏的人物。我们擦擦。那接下来要干嘛呢？应该是要收集全部的图像吧。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哎，不好意思，刚荡掉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有了，有东西出来了，旁边有怪物了，两只。我们需要相机权限，看看是什么东西。不过读的有点久啊，不过好像也没办法。搜索，哎，摇一下，快找快找，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要对齐他的三颗星吗？哎，他写什么？要回复到自己的魔法阵吗？还是？哎，为什么我不能啊？回击到你的标记啊！我先跳掉好了，有点怪怪的，是因为我不会玩吗？好了，我们先离开一下，再跳回来看看。离开一下，再点进去看看，再进去看看好了。没办法，新手玩家。搜索附近的魔法痕迹，我们先看看四周齁，摇一下，摇一下手机，因为他说要摇一下手机才可以看到。哎，找到了，找到了，在天空啦！哎，怎么又跑掉？哎，他还会跑哎、欸，不是什么烟囱机吗？我们找寻一下，他是不是要那个对他那个三角的位置啊？让我顶，哎呀，太高了！对对对，对到对到。然后它是一个低能量的，我们画一个很像一的英文字母，蒙蒙烟雾，
Well done。还要再一次吗？应该是成功了吧？他被泡泡抓起来了。你已经制服了。其实玩起来真的有点像 Pokemon 啦，因为毕竟也是同公司的，然后他也是要制造出一个就是有点收集的图鉴，然后让大家收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 AR 的部分去实境这样子。但一直以来都还蛮期待的。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那种 AR 实境的游戏会继续这样子玩。嗯，那我们看一下他 provide 什么给我，看一下哦。指定任务，哇，好多任务哦！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啊？我想要先继续收集耶。对啊，太多了，我们继续。我们现在已经过完了，就简单版就是教学了吗？可以签到。接下来的剧情是。哎呀，我先进去旅店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旅店。随着它画，应该是可以得到就是体力值之类的。对，体力值没错，还要在4:53就可以再来这家店。我们继续往前走吧，那边有一个很像魔法的黑魔法，我们去看看好了。不过好像要走一段路哎。我们飞奔的过去吗？飞奔过去给你们看。好了，我们到了黑魔法了，看看黑魔法可以怎么用。黑魔法它是拿到植物，选一个吧。好，中间那个得到了能量跟黑魔法嘛，跟那个它应该是制造黑魔法的道具。因为是在外面的关系，所以其实收音真的比较不好啦。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往回好了，往回好了，看看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往回走，往回走。我还想要抓怪呀。怎么画面一直晃？我们继续往前，往前，应该还有很多怪。有了，有怪了，有怪了。我们又要摇一下画面了吗？怪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摇一下，摇一下。警告！好像找到了，只是怪在哪里啊？啊，又是这只冲天鸡，又是这只冲天鸡。好，瞄准，瞄准，随便画一个一，赶快收服它，赶快收服它，小嫩嫩一个。我可是大法师哎，甘乃迪啊，是甘乃迪吗？不是，好像甘道夫啊。我可是甘道夫大师啊。再往前看看好了，有了，有了，有了！啊，这个很麻烦，要回到你的位置。好丑！还发脾气嘞！我们要找到，请回到你的标的，因为他现在找到这个地方，好像要回到自己刚刚发现的那个施法的那个位置，就是你找到的那个位置。我先看一下那个地板有没有办法找到我。找到，找到，就这里，回到这个位置，回到这个位置之后，才用三颗星星对它。OK， 对到了，画一个简单的三角，轻轻松松抓到它吧。拿背，好像还要再一次，大抱抱，我来给你一个大抱抱。好，失败，再一次，铁三角。不过为什么有两个人呢？好奇怪，大抱抱。收服，那另外一只哎，
也被我收服了。又多了一个人物，可是为什么是那只瘦的，不是那只胖的啊？旁边有怪物了，而且有两只。哎、欸，这个是有一只猫咪啊，又要救猫咪了，来画一个很像"中"这个字，中二病的"中"啊。第二次，其实有很多，其实这个应该是剧情里面的人物。他刚刚讲什么字？嘎啦摩嘎嘎，好像很会随便讲一个很厉害的语言。阿哥哈哈可可哈，他刚的字是这样子哦。你边玩这个游戏实境节目，其实路上的人都在看你在那边乱瞎讲话，你知道吗？有一点尴尬，其实。又多了一个人物，所以其实我现在的等级可能就是这一区而已。还有一个，可是有点远耶，我们要不要走过去啊？哎、欸，不小心点，哎、欸，点到了一个人，警告警告！我们先找回我们的地方啊，就在这里啊，然后三颗星对准。哇，他是终极怪耶！终极怪画一个一，而且我们是不是要救那个啊？救里面的那个相片里面的泰比鬼脸？靠、啊！我觉得终极怪感觉要刷很多遍呢，有没有？终极怪感觉要刷蛮多遍的，成功了吗？那我到底会得到男生还是相扑啊？升级了，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希望说能试试看多一点的，欸、一些画面啊，哎呀，不小心点到了，哎、欸，默默的又等级上升了，这是哪里啊？再往下看一下图鉴。算了，我们应该只能玩出街的，这可能比较靠近学院的职业还未解锁啊。那其实我觉得还其实还蛮还蛮有趣的，毕竟哈利波特还是蛮有名的。慢慢走，慢慢走，只是说这样一直在路外面走路有点辛苦啦。大家不要看我这样晃啊，其实我在往前走啊。我总觉得前面好像应该会有怪，有了，在哪里啊？等一下，我看到一个男的，那个谁，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我来救你了，哈利波特，严重等级的，很好 ，Well done， 叉叉荒唐，他刚叫叉叉荒唐。魔法被挡住了，叉叉荒唐，这一只是高本的哦。哎，我最多我能接受我自己花用五遍哦，现在是第三遍了，叉叉荒唐，第四遍了吗？第四遍又被挡住。哎、欸，我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抓不赢他哎、欸。我现在这个画面不是重播，是我一直重复持续的在抓他。好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抓不了了啦。叉叉荒唐。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啦，如果还有更多的未上市游戏或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我也会再通知大家，也记得要订阅我，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